哈，还是找我是吗？还是想继续吵架？看你说的，来来来，坐坐坐，坐啊！我不想跟你吵架，要不晚上我请你吃饭？没空。明天呢？明天没空，天天都没空。哟，你这个样子是要跟我绝交啊？你可以这么说，请你想一下，从你回国到现在，我是怎么对你的，你是怎么对我的？你知不知道飞蟹是谁在主抓？是我呀！你一口一个淘汰了，一口一个过时了，哼，打谁脸呢？什么亲情，什么手足啊，完全没有，太心寒。小凯啊，工作归工作，兄弟归兄弟，你少说这些道貌岸然的话了。你在下人人的事上没少给我挖坑。哎，我是不是劝过你别和下人人走那么近？我有没有？你，哎，走走走，看你就心烦。要不明天我请你吃日本料理，再给你介绍美女。得了吧，您干脆把我做成生鱼片吧，我今天晚上就得给苏沫去装孙子。哎，我就搞不懂了，凭什么你把人惹生气，我得去替你擦屁股啊？他怎么了？不干了？他不干就不干呗，又不是非他不可。你。大哥，我求你了好吗？求你别再给我添麻烦了好吗？我求你了，请你走吧啊！哎，快干嘛？我实在是不想看到你，好吗？少凯，再见。